嘿，你好，我是你的身心疗愈师。接下来的这场催眠将会非常的安全，它会帮助你在3分钟的时间里面放松身心，放下焦虑。现在，请你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躺下，将你的背部伸直，双腿分开，请尽量不要让小腿和大腿直接接触。我们来做一个深深的呼吸。当你吸气的时候，感觉空气吸入了你的整个肺部。当你吐气的时候，感觉一天下来所有的焦虑和负面情绪都随着你的吐气慢慢的呼出。你要做的就是放松且专注着去听我的声音。很好，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，这种方式将让你达到最为高效的休息。吸气，吸的时候请将小腹慢慢的隆起，吸得越深越好。吐气的时候将小腹收紧，就像我们去锻炼腹肌时的那种核心收紧的感觉，很好。现在，请将你的眼皮轻轻地闭上，眼睛闭上了，你感觉整个头部慢慢地放松了下来，你的脸部肌肉也放松了，感觉有一层温暖的光照向你的全身。你的舌头放松了，你嘴巴周围的肌肉也放松了，你的牙齿也放松了。慢慢的，随着每一次的呼吸，你的胸部开始放松，腹部也放松了。你的大腿慢慢的也变得非常的松软，你的小腿也开始变得放松且麻木，你整个人就像一根松软的橡皮筋躺在床上。我要你想象你的眼前即将出现一面镜子。当我从三数到一，你就可以看见镜子里出现了谁。那个人就是你最在乎的人。你又想对他说些什么呢？